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峰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奇侃世界。哎，距离上期视频结束已经有一段日子了。哎，我们的农夫小夫呢，每天也就打打山贼啊，倒卖一下商品啊，赚点小钱练练级啊等等，也总算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大陆上拉扯出一支这个小小的队伍。但是呢，我们一统天下包子峰怎么甘心每天就打个毛贼赚个钱呢？是吧？正当我们想要如何才能出人头地的时候，前锋发现南方王国的国君，哎，毕竟我们是嘴炮流选手，来来来，去和国王拉扯下关系啊。那么这个南部王国的国王叫做拉盖亚，他现在和我的好感度为零。我是汉堡的女士，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我叫拉盖亚，是卡拉迪亚的合法女皇，我想献身于你，投身为你效忠。我在认为你是元老院和人民和平意志的象征者。此外，我还加入卡拉迪亚的军队，成为一名军官。背后这个大哥，你这个狼皮帽是什么鬼？这样，你就是我的指挥官，往哪里去，我会都会跟随。好的，宣誓效忠，包子加入这个南部帝国。好，那经过此役之后呢，我现在已经是加入到那个拉盖亚的军团，也就是说整个这片区域都已经变成绿色。那这个军团现在敌对方是南方，是北方的这个萨兰家族，打打毛贼已经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，下一步就要去攻打这个敌对势力。好，首先这边有25个劫匪，现在钱数只有800多块钱，来劫匪，给大家也看一下，对吗？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之后，我们的包子军团现在有实力，有多加的强劲，上去攻打这25人劫匪，25对25，战斗开启，要么投降，要么死，小小之徒。好，这是一场大的战役，步兵，然后前进10步 move， 然后这是我的骑兵团和英雄，这是对方敌人，来拿出我们的长枪，加速之后开启枪骑，准备冲锋。400多滴血，直接秒杀对方。来来来来来，然后其他阵型先跟着我，我第一波冲刺已经够了，然后弓箭射骑。哎，哎呦，对面怎么丢石头啊？往后拉一些。好，我们的掠敌之地已经完成，第一波掠阵已经完成。好，前方部队弓箭手射击，随意射击，先射对方再说。Fire！ 全部射，全部干掉他们！嘿嘿，这样对方现在没有进攻之前已经遭受到非常高的损失。射他们！只是练一下我的剑法，秒掉一个，两个。好，步兵跟上，步兵冲锋，啊，这冲锋骑，然后骑兵冲锋，对方就要跑了，哪里走？小小劫匪，骑兵干掉他们，哪里走？敌人正在逃离，你赢得战斗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会让你们如此简单的逃跑？97点伤，这还没死，我去，我方枪骑好强。好，那这也就是我方拉扯的一支小小的25人军团，对付小小毛贼呢也是非常简单。完成战斗胜利，这边看一下，获得2点声望、2点影响力以及1.6点士气，完成。哇，好多东西啊！首先把这些装备等等全部拿走啊。好，对方的劫匪已经完全不是我方使。铸币者哈雅姆商队，他这商队38号人，14名骑兵以及8名远程追击。哪里跑？商队哪里跑？追过去！好，你好，商队归铸币者阿雅姆所有，阿雅姆属于敌对势力啊，交出货位，不然去死！你们，我们收钱保护这个商队，如果想抢劫他，来吧，攻入敌阵。哇，河流！哎，这是谁？这谁啊？这几个？哎，等会儿，怎么还有几个？这几个射手不是我们的人。来，步兵移动，往这里走，其他人不管，然后骑兵冲锋。我去，这对面商队直接过来了，先赶死阿莱亚商队，打起。这里还有几个村民在帮我，因为在村庄附近。三，我被卡在这里了。哎，你在逗我。游牧民，来，战斗开启，这边有一帮村民在保护我，然后我方的射手在这里，小心保护射手。步兵冲锋，我这保护一下，然后骑兵移动跟着我，骑兵过来，
骑兵跟着我保护我方射手，骑兵是我方英雄，这里还有个弓骑手。弓骑手死 nice， 可以，骑兵跟着我对抗对方的，我方射手在这里还在疯狂的输出，疯狂的射击对面，然后步兵呢，步兵已经过去了，可以，这场战役打起来比山贼毛贼就好看多了。戳枪骑冲刺，对面人呢，还有个骑兵在这里，哪里跑哪里跑，枪骑冲，哎我去，哪里走哪里走，等砍死他，冲，这是一个商队的头领。好，对方还有多少人，对方人数不多了，跟我过河，枪骑冲锋三，好的 nice， 戳死，还有一个骑兵过冲，然后步兵去保护我方弓弩手，骑兵跟着我一起来冲，一起来突对面，对面有人了，敌人在朝里，因为这边战斗是在我方村庄附近，所以我方有一些村民也是直接加入战斗，加入当战斗当中，和我一起来战斗。看一下这边战斗之外，除过我的部队之外，还有波利西亚的村民，但是村民好像死的比较多，村民阵亡一个。哇，阿莱克亚商队护卫骑兵，哇，这几个骑兵可以拿走，他属于俘虏，26级，我去，这个好强。然后再看一下这里，哇，好多马匹，沙漠马两只。这个游戏当中，你要组建自己的骑兵，必须包里要有马才行。这些包里的骡子和马都可以用来组建我自己的骑兵。我对面派人来干我了，这是敌对势力的阿德拉姆，他在追杀我。啊？投降？我去，那这里没法逃跑，只能活。他多少人？刚没看清哎，对面。300多号人，我要以一当十了吗？我们30人对抗332的敌人，这里只能投降或者进攻。进攻对吗？誓死不从。来，我方战士个个以一当百，对吧？经过我们包子大将的努力训练，应该大家的技能都很强，我相信你们顶得住的。来，首先第一步，步兵前进，骑兵跟着我，准备进行第一波冲锋，骑兵连。冲刺！准备！这人也太多了吧？你在逗我吗？哇，对面的这人太多了吧？我不能投降，誓死不从！冲锋！三！完了，这波我觉得我这波我的部队要死光了，感觉。哎呀，我放的射手，他对方在冲我方的射手，这人太多了吧？我的天，枪骑冲刺冲入敌阵啊，冲进去，我戳死一个，可以，拉古拉姆把对方英雄戳死了，你敢信？枪骑冲刺对，完了，我没血了，我能先跑吧，我能撤退吧，我天，完了，我的部队全死了。我投降，你被敌人扣押为俘虏，赫雷娜暗黑已被释放，我的英雄呢？谁能救救我，女王？我被别人俘虏了，这300多号人，这也太强了吧！哎，我干嘛要冲过去和别人打？啊，这是谁？桑尼翁，救我，桑尼翁！我对方在我方城池这样跑来跑去，都没有人去救一下我们吗？我被俘虏了。哎，作为囚犯被折磨数日之后，一位羁押者提出条件，如果能交出1000块钱，就愿意放了你。我投降。啊？我的英雄呢？我的英雄都没了？你在逗我吗？哎，不行，我要招募点帝国新兵，不行，我一雪前耻，靠！哎，英雄呢？装备、马匹等等，好像还在，但是，哦，其他东西还在。现在马格纳白柳树皮是采沃斯特赫姆，然后他还是属于泰斯的俘虏。我的天哪！哎，被抓之后还要去救他们？好吧，我们先去沃斯特赫姆，先去找一下我们的白柳树皮同学。
先把我家族的人先召进来再说。啊，有我家族的有一个人，我有一个英雄已经逃出敌方的监狱了。啊，然后我要去酒馆，先把俘虏卖了，然后进入酒馆。哇，你竟然在这里，来，队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怎么了？我很高兴找到你，加入我的队伍吧。如你所愿。哇去，也就是说这边一旦失败之后，我方的手下的英雄呢 也会从这里分崩离析，全部离开。我的天，那也太夸张了吧。好的，那经过一段时日的磨练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再次是吧拉扯出一支55人的队伍，也是总算把之前的英雄全部招回来了。面前有一个38人的毛子，我们先开下刀，之后就要去一雪前耻了。打完之后呢，先看一下我方战力是否强劲。来，这一波呢全招的是一些高阶的步兵和高阶的弓箭手。步兵前进，顶在前方。英雄依旧是骑兵啊，全部骑兵跟着我，准备进行第一轮冲锋。对方的毛贼应该等级不是很高，先让我的新兵练一下兵，之后我打算去找之前那个领主去一雪前耻。来，好，守在这里。哇，你看这箭如雨下的效果，爆头，爆头，先射，先射着。你看这箭，哇，这弓箭是箭如雨下，哇，好爽啊！步兵顶着，步兵顶断，对，不要让对方冲过来。射，弓箭手疯狂射击，好，破荒。对方毫无阵型，毫无章法的冲过来，然后在箭林雨，在倒在我方箭林雨下当中。我去，直接就射死了，射成筛子。我去，壮士，你好强，壮士。不识草，别飞啊，死在。哇，一地的尸体，一地的弓箭。还拿了个草叉。杀死了。死了。好。然后射手又在后方略阵，我方前排准备进攻。你赢得了该场胜利，可以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的领主盖亚呢是准备攻占对方的首都哈桑富尔克，我们现在可以去加入他一起啊。来来来来，盖亚带我一起那个加入军团。好的，现在总共有6名英雄，480号人。那这边的话，我刚刚因为战斗这个血量也不够，所以刚好在这个军团里可以恢复一下。对方有大概有250多号人，我们400多人以绝对的优势可以去进攻。第一步，先修建城池营地。来，好，对方正在修建弩炮，我方应该是修建冲车城池那个头车。对方城墙口一个弩车，建造花费8，哇，这么高吗？这么厉害？我方正在修建当中，看一下。好，第一个巨马已经收集完毕，第二个是这个工程锥正在修建当中，拉丝对面20个人不管他。对方两个头，一个头车，一个弩车已经修建完毕。我方冲车完毕，对方正在修建城池，正在修建第二个。哇，两个弩炮，我天！我方修建攻城锥，对方3弩炮。哎，他4弩炮吗？他头车他不要了。哇，云梯工程塔有了，而且我们军团外围大概围攻了几个人，想要从这里杀进城去，怎么可能会让他有杀进城的样式呢？好，粮草其实还可以，军团凝聚力也还不错。工程车跟头车跟工程车在互，我的弩炮摧毁，哎，他跑了，盖亚。哇，对方600多号人来了，哇，史诗级大战，500对600，盖亚军团，对方泰斯部队，对方，我去，对方8个部队，我方是6个部队，人数比对方低了200多，但是也可以打，来攻击。这场史诗级战斗可能比较难打了，选择带领部队，步兵违法带，哎，除了步兵那就带弓箭手吧，我带弓手，那我就打一个远程，来，我带盟友中央，来，弓手，跟着我，对，弓手跟着我，来，我带领大概70多号弓手，步兵由我们的主将来带领，先过来看一下。一定要把弓手保住，然后对方在哪里？对方在哪里？哦，那主将的意思是我们要先去占据这个高地吗？来，那弓手跟我上来，弓手站在这里，我觉得这个高地位置不错，这里不错，来，弓手，Archer!
move. 站这里，对，阵型散开。Stand apart. 对，全部散开，准备射他们。对方人数众多，好，全部射，就在这个方向射他。我们其他人给我冲阵。托斯，我对方人也太多了吧？我们的队伍就这步兵在这干嘛？谁在指挥这个步兵？你在逗我？哎，步兵，你玩我呢？步兵，赶快冲啊！弓手已经在前方射开了，对方步兵太多了吧？全部冲上！我去，好疼，好疼！戳死一个。我方的上方的弓手还在上面疯狂输出，但是我方的步兵不知道在这干嘛，看到没有？我方弓手已经无限在杀对方，还可以，但是对方骑兵冲上来了，步兵冲啊，步兵！哎呦我天！需要把这个对方好，还行，阵型还可以，阵型还行，步兵再不冲没了，步兵，弓手在这里还是位置很棒，弓手这个位置很棒，哇，步兵冲，顶住，对，弓手射着，步兵顶住，我先，等一下，我要射了，我也是弓手，好的，可以，弓兵，这个位置可以，输出。对，弓手的位置很棒，高地打低地，对方在顶盾，对方不知道在搞些什么。我方的下一波骑兵已经冲过来了，援兵冲过来了，对方做鸟兽散，哇，可以，这波可以打，对方的指挥官好二啊，我觉得他们的部队就这样死了吗？我方工兵虽然被对方骑兵冲了一波，但是整体效果还可以，他们人数还是比我多啊，这士气掉的这么多吗？冲！冲！来，还有冲呢！我有血剑！我长枪兵，我去，这对方只是后退而已，对方没有撤，对方只是把第一波步兵拉走了。等一下，然后工兵又在这里待命，不要紧。我方骑兵指挥骑兵这个指挥官也比较二，骑兵全送了，骑兵全死了，步兵在这里还可以。然后我方工兵就在高地上这里疯狂射击。好，哎呀，不急，我在这里也射一波。我这也射一波，可以。好，对方又来了一波步兵，这是对方的第二波冲阵。我们在高地的位置非常的好，好，工兵的位置非常的好。哇，这么多人，反正射不到，哎，射到了，还行。对，步兵位置非常的好，先射着。不接冲锋。等工兵的箭矢射光再说。我想想，往后走一下。好，步兵已经接前过去了，可以。这个山上的阵型很棒，对方登攻山的话移速很慢。好，步兵上去了，现在我只能我的马的血量不够，工兵在这里疯狂射击，但是有一波工兵看起来应该是没有箭矢了，有一波工兵看起来箭矢不多。他这里不射代表他现在没有箭了，再射一射，那就缩人。对方的数量还是有几个工兵，还是有箭，但是箭前排的工兵已经没有箭，还能再射一射，不接，先冲，前方步兵挡着，这个步兵的指挥官可以，他每一次会替我把对方步兵会把对方步兵挡住，让我工兵在那里疯狂射击，但是工兵看起来没有箭了，应该都没有箭射，先挡着，还行，还可以。然后后排是什么情况？那边这波看起来对方的进攻又挡住了，哇，这个山头尸横遍野，但是对方的工兵在这里射，那所有人冲锋，冲，步兵冲，别挡了，冲，对方在射我们，冲，骑兵过来了，我的血量不足，哎呀，拿步兵这个人，哇，对面又是一波。工兵现在已经没有箭矢了，所以只能往前强冲，边打边冲。来，工兵，这里，站在这里，看起来还行，捡了一波箭矢，地上弓箭是可以捡的，捡了一波箭矢，站在这个位置继续来射。我的天，又是一波新的敌人。整体数量来说，看左上角还是敌方的部队的数量更高于我方，我们这边继续射着。对，好的，箭矢补给完成，我现在没有弓箭了，
整到那儿先射着，先射着。我天，我天，我天，不明呢？我不明部队怎么在这里？不明在干嘛？国民快射！国民现在已经接前站了，步兵还不上步兵，挡一波，挡一波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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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冲过来了，先上，国民先射着，国民先射着。这里对方人数不多，先射，先射，先射。看前大家还是有一些见识的，还可以先射上。哎，怎么就冲了？那就冲 ，attack， 冲！别怕谁，我方现在。我去和对方的骑兵去打一波。现在就是占山为营，继续打。对方新一波冲锋又退了。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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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。我方的射手现在戳死对方的农夫，戳死，可以。对方且战且走，那所有人给我冲！我方现在兵力已经高于对方了。突然给我上，等下我换匹马。好，这匹马现在可以。好，换一匹新的马，这应该是我方一个英雄的马。挡住，走。Nice， 哇，这人有点多，这么多弓手吗？等下，等下，撤，等我，等会，让赶快步兵赶上，步兵有顶盾。我的天，后面站了一排的弩手。精锐射手，我天！哇，战场现在乱作一团。等会儿，哎，别急，先上。弓现在没有补给，我只能在后排慢慢来打。我的血量不足，刚才那波打的有点伤。对方数量已经不多了，现在可以是把剩下的小波部队打掉。我主要这一波我这个占山为王战术太强了，高地打低地，对面死了大概三分之二部队全死在山下。哎呦我去，张琪，哎，没戳到，我去，来哪里走，冲，对方且战且退，感觉对方已经没有士气了，现在就直接走就行了。这逗我，我去，还想反手戳我。快死！阿塞莱农民，哪里退？哪里走？哎，我去！等一下，骑兵给我上！冲掉对方的所有人。七砍二当中，马受伤的话跑的没有一快，受伤之后他会跑得越来越慢。好，伊亚拉斯，哎，是个英雄，这个英雄被我戳死了，我去！可以，敌人正在战斗，你逃离了这场。赢得了这场胜利，赢了！哇去，漫山遍野，横尸横遍野，可以击杀了这么多，我的部队击杀了76个人，可以完成。啊 ，nice， 掠夺了2000多块钱，手下留情，你是我的俘虏了，我任凭你处置，哈哈！抓到一个对方的将领，手下留情，新苏克，你是我的俘虏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招募？哇，这么多59个俘虏啊！回头卖掉的话就太爽了。阿莱赛马这个好东西，2000多块钱。然后这装备，哇，你看这一身，这么多的东西，这么多的装备，可以全部拿走，全部拿走，全部拿走。好，依旧围城进攻，直接夜晚攻城吗？连夜攻城，真的假的？哇，夜战，可以。那这波下来我方的部队就更强些，我们必须攻破城墙。好，血量这边我已经恢复满了。哇，这个云梯好帅啊，攻城塔，冲车有没有？哎，还有冲车，还有攻城锥，头车没有，但是攻城锥和这个云梯是有的。我还是不要骑马了吧，我觉得骑马好像容易成为靶子。行，先冲，步兵顶上，骑兵射手顶上。那这一波攻城就不是由我来决定了，我现在就当一个英雄，我打好我自己就行了。上一波野战当中倒是还要控制射手，这一波的话就是只要打好我自己就行。这边准备从这里加云梯吗？两边，我先等一等，在巨马这儿等一下。哇，这个好爽啊！这个，哇，路障，我弓弩手一直在死。
哎，射中了，我去，这可以。哇，死了！我去，神射手，我去，百步穿杨有没有？这匹马好帅，我下来跟队友一起上。对，跟着跟，我现在好歹也有盾对吧？顶个盾，跟顶盾步兵一起准备攻城。我队友一直在死啊，我帮外围的弩手都死光了。哎，我好不容易拉扯一个七十号人的部队啊，你我停，我这个地方都被射开了，陆战都已经被射开了，我的天，咱们顶个盾，可惜这场战役没法我自己去。啊，把剑士拿下，补充一下剑士。对，好，好，哈哈，哦，这就是弓箭手为啥要移动？电脑也会自己去捡地上的剑神啊，补充。好，准备，云梯和工程锥正在敲城门，云梯准备冲。我是跟云梯冲还是跟工程锥冲呢？云梯队友在慢慢爬，那就走工程锥。云梯的话太慢了。我天！挡一下，在石头这里挡一下，这个位置很棒，我这个位置太棒了。好，守在这里，来冲车，冲车正在冲城门。我天，可以，城门要破了，城门。Nice， 可以，加油。我挡在这，这里应该比较安全。挡这里。哦，快点，还差几下，冲 ，nice， 我去 ，nice， 冲开了，冲进去，怎么还有内城啊？我去，好，这个盾器可以穿了，我用敲不开。踢塔，好，等队友打城门，我那边云梯也已经好了，那边云梯架起来了，这边我可以直接冲内城。这边也冲进去了，可以，这个城下来了，快，把大门砸开！我这一波工程太嗨了，我对面有人，我天，这么多人！步兵，先射一波，这对方都有主力，好，射掉，先射一下。我是英雄，我不要去跟他们打太多的接线战，因为我拿的是长矛。没有那种过盾的砍刀或者成锥的呢。好，先射。天，哇，我天，顶盾，来磕头，阿克莱轻步兵磕头，把他干掉，从侧面走，磕他后背。好，可以，哈哈哈，我刚好可以练我的长矛，哎，练我的长杆，我觉得。说他，让你领盾，长矛兵，刀盾手，轻步兵，哪里走？这边就需要扑刀这个位置，一路戳过去。哎，过死 nice 可以，对方攻击我攻下来了。两边两个云梯也已经从城市上冲过来了，我现在只需要从内部杀入城市内部，把里面剩下的所有零散的步兵全部戳死，战斗就可以胜利了。哇，我太嗨了，这一波还剩下最后几个人，人呢？需要一路杀进去吗？只剩下最后的英雄了吗？阿克莱没兵射手，赢了，漂亮，直接攻进来了，战斗胜利。攻方获得声望、影响力以及士气。我方部队，我这波死了两个，我方57人杀了32个，还可以。然后我升级了，我的弓箭升了一级，长杆升了一级，奔跑升3级，骑术升了一级，可以完成。然后酒馆这里呢，可以俘虏，还可以再卖大概4000多。我现在已经50000多块钱了，你敢信？好，看一下我的家族，我家族现在距离3级应该也很快。就是随着声望的提升的话，会提升家族等级，提升家族等级之后就可以去比如说增加我额外的同伴，就可以再增加一个，这样我的同伴数就会更多。封地，这些都是我的封地吗？塔努堡塔努，哇，我有这么多封地啊。哦，家族包子，
史巴尔祖母尔堡是我，哇，我这么多封地啊！这里现在就是我的，可以在这里前往地牢，然后可以管理驻军。他这边到，哦，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士兵全部拿出来了。以后到达人口上限的步兵，我可以直接放到城堡里。来来来，都剩一下，敌国射手。好，完成。好吧，那今天玩的时间够久了，我感觉今天玩了七八个小时了，能玩到这一阵，我现在已经很强力了，有没有？后面的话，有可能的话，如果我的部队人数更多的话，我有可能会拥兵自立。但这个游戏当中自立真的是特别特别难，特别特别难。再去玩的话，我应该会玩的比较久了，就是有可能会拉扯出一支大军，因为我现在我的魅力值还是太低了，然后部队数量现在也就是说总共上限才是70。因为毕竟不是家族，我的家族还是太弱嘛。等到后面等级高之后，能拉扯起两三百号人之后，我有可能会自立，但是应该会过很久。如果大家想看的话，我下一期可以继续来做，好吧？依旧是，如果点赞过8000的话，我们就下一期再给大家来一期，就是真正的拥兵自立、征战天下的流程实况，好吧？那今天由小峰带给大家的奇砍二的试玩呢，也就在这结束了。喜欢同学呢，不要忘记点赞以及订阅哦。那我们就是下期再会，大家拜拜。